你讲那种物理化学啊，差都侪啦，高中到国中差都侪。落差差都侪。过好个，啊你去读书，还读书啊？那是往过啊，过啊。看你要不要过去升学了？升学一起打原商嘛。啊？原家嘛哦。但是因原家诶，数科应该还好吧？原家的一般科目应该还好。原家我可以要读啥？读修会啊，车公司啊。我讲原家我可以刚够升学。科技大学。科技大学。哦。是家里多的个。抓你也受不了，差不多国中和高中差不多。差的物件无同，你报啊，报，暑假开始已经开始在去报啊。差不多哦，不要紧啦，这边，因为补习班的时候，你讲重点。因小朋友因疫情的关系，伊有半年拢伫厝的啊，我嘛唔知当时暑假开始，当时读到当时啊，是真正啊，我嘛都规半年拢伫厝的，我才当时。六月初就开始啊。你想久无读册啊？半年我无读册啊。搁把讲个会做痛苦个哦。你爸这个是很老啊，吓。很老啊，你这里要。哎。要看了，看怎啊？安那边。这哦，250只，15尾两百。够。200。啊，你敢拍开去？拍开去还无。也无咩。啊。春风早，小七早。喂，哎，你好。有。今天有三百。怎么样？哎。五条嘛哈。五条三百。我在啊，我在啊，你啊，给你两个币啊，两个币，看到。好好我带回家，我来切，我来切，给你找，我来六百，刚好600。你问我啊？600啊，这一百啊，这200啊，300，我600。妈妈。哎呀，哎，几块钱？哎。你怎么没有啊？你得讲完。讲完了。应该无呢。真无啊！我是完了，好，赶紧跑啊！赶紧跑啊！
分团长，你喜欢包要我俩，他包。太超时了，你不能带我包吧？我爸啦，我爸没有走啊。啊？我爸不？他爹呢？我爸。我爹。哎呀，那位。对了，这会打的话。啊，不喜欢了。没了。不喜欢提包呀。然后全包，我要找个人。哎，那咋子呢？那咋子呢？来，好，谢谢。啥？哦，谢谢。这个那是什么？那是福州碗。它里面有烧肉的，好好吃。我要一份，一份两百。哎。对，这是重播哦，这个是那个2015年3月22号的。表演像狂，300。这套在于表演像狂。啊？我们这么早，那开那么快，是要表演给谁看？不得掉哦。
那你先干吧。深圳早，这不是看看对吧？耶！今天那个幸好在嘉义。嘉义应该直播开了，嘉义差不多开了。现在是几点？六点五十。六点五十。嗯。欢迎吧。阿姨在，我准备点火。什么？哎，这不是拿包火呀？今天比较晚出现呢、啊，给你们讲，冷气啊，板呢？是黄鱼哈，这个黄鱼，软丝啊，软丝500啊，没有帮人杀哈，你们。软丝跟花丝有时候会分不太清楚，可是有人说哈，软丝都是尾巴稍微包起来，然后花丝的话尾巴会稍微不是又不会，那个屁股的地方会出来，它不然真的很难分，那个皮尾叉尾叉很像，啊。这个一斤吧。你们就是没有帮人杀，不然帮人杀对方。我帮人家煮啊。老板，你每次跟我讲话都这样。整天讲那个，不是跟你讲，跟每个人讲都这样啊。现在哪？现在哪？现在哪？你看，又遇到你在录影。我那天来买，你也在录影。对啊，因为我已经录两年多了、啊。我又不是最近才录的，两年多。我知道啊，我来就遇到，我来就有看到。到年底才三年。怎么这么红哈？好的，好吧，好吧。先倒在这里。我得细点吧，好吧。好吧，好的。
在高雄有便宜点。还有这边就是海螺。是哦。就是镇长。歪的，感觉。我阿那边，啊，我阿那边，阿你霸道。我阿那边有得啊。这真是不要讲，那不会过吧？那不要了呀。啊？我不会，我不会。阿这差不多啦，你差不多一只龟条的。那不会，靠哟。他不会。只会只会两发，他只会只会八个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聊一下。咦、欸？
5500块。这三百五百。